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醒后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今天的影片呢，我们带来是这个，就算啊，他是全服胜率第一，也不会被动刀的阿兹卡班的逃犯的阿兹卡。哦，那这一场呢，我们对线的这个对手啊，也是打得相当的激烈，所以这一场会看到很多碰撞的镜头。那前面呢也是逆风，中间又反打，又逆风，又反打，真的是相当精彩的一场比赛啊！所以呢，请大家给他看下去。正所谓人帅真好，人丑造型少。看到下路感觉有一波会战，一触即发、啊，我赶快靠过来。对方鱼人已经上市啊，这边沃玛大招已经先缴起来，表示我们沃玛已经没大招，不过没关系，给他飞高高哦。这边一个二进一技能，二技能大招全部都丢啊，哦，形成一个超大的纱布送葬。那我就躲在最边边这边，然后呢一个急飞之后，哎，好可惜，对方蓝朵石化，但没人杀掉。那刀锋的血量又太惨了，所以先退一下。然后对方的阿莱斯的位置有点近了，沃玛一个悄悄之后，我再让他飞一次，那成功的收掉对方的法师。那下路呢，这第二波会战呢，我觉得打得还算可以，但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优势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防御塔还是好好的。那我这边想说要回家，但又想说可以帮他们牵制一下，看能不能拆个塔。就对方马洛斯过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不可以啊，但是惹不起。我先离开。这边的话，我怕那马洛斯直接过来跳我。你知道马洛斯这样跳人是很恐怖的、啊，特别是我这种小后排。然后对方呢又在跟队友啊又在蓝区那边你侬我侬，大家又打了起来。我想说赶快过来帮忙啊，结果呢我们的飞泪哇敌不过叶娜，我的一技能呢叶娜呢也没有被挑到，有点可惜。我还没看到人，听到音效就听到鱼人开大了。好呢，对方这个阵容其实呢是一个比较硬朗的一个阵容，可以看到有叶娜可以高额免伤，马洛斯鱼人。这种角色保护着后面的，你看还有阿莱斯直接给捆绑，保护着他们的打野蓝朵。蓝朵呢，在这个版本呢，基本上已经走到一个非边即选的位置了。那但是好像还有一些人不太会去边这个角色。那我这一场呢，因为就匹配到中路，所以想要选中路。那零零的，我觉得这支版本也不错，所以也是放手给队友去打。那我个人呢，已经有时候会玩到，就是不知道到底要走哪一路才能够这个凯瑞队友，就觉得好像走这一路那一路崩，但是只能怪自己不够强啊。这边一个闪现先拉掉，大招缴了起来，对方还想对我坏坏。那你可以看对方的鱼人啊，在我这边吃了蛮多的苦头，血量直接少很多。那这马洛斯如果一个大招跳下来，我也是很有可能会死，我就想要先拉掉，就他大招用来逃走，那也没关系。好，这一波呢，他把这一波兵啊先吃掉就好，吃完了我们就闪人了，哦，就闪人。那刀锋还想要杀进去了，那我个人认为，好像已经没有我的事啊，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，有事呢也不用找我了。那先准补完血，这状态也蛮重要的。那我们来试一下自己的技能的伤害。那我这个大招其实有点丢偏了，我应该再往左边丢，让对方的阿莱斯特待在我的技能圈里面更久。但很可惜，他没有。那我第一件装了出冰杖，因为我觉得超好用的，整个超级快。这边刀锋了被对方围殴啊，我只能仁至义尽丢丢技能了。啊，只能说啊，队友啊一被抓到就投降，没看队友还在忙，这样就不行了啊。那我是觉得不目前打到这边其实也还好，你可以看人头数啊塔数也没差多少，干嘛要投降呢？真的搞不懂。有时候啊，现在这个小朋友的心态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容易崩掉。我玩游戏就好好玩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对方蓝朵的感觉想要追杀我，但我身上是身无分文啊，你要抓我是没有钱可以给你的、啊、拜托。那我还是一样啊，我在这里想要蹲一下阿莱斯特，那顺便清一下中兵。这边阿莱斯特过来，但好可惜哦，我这个一技能的这个动画有点久。这边呢应该是掰了，我觉得好像要掰了，应该是没办法，因为对方叶娜高额扛伤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为什么，来看一下下面这一波，我们看整个看一个动画。我们零零呢走在后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刀锋刚在那边看，因为重点是对方都没有残血，所以他不进场是合理的啊，非常合理。那我呢赶快过来帮忙啊！这边零零呢直接被收掉，刚走出来就说拜拜，回到苏州卖鸡蛋糕。好，那我一个大招也命中到，再一个一技能，有没有看到超级控？我们在打团战的时候的这个效，这个能力啊是很强的。那这时候零零就开始喷了，开始喷了，你知道吗？
本是同根生啊，玲玲又在喷啊，我不知道他在喷什么意思。他说刀锋在那边等，那确实啊，如果那个刀锋一进场像哇哇哇，全部都没有投，都是一堆大男。蓝朵那时候在中路，他根本没有人可以刷，他躲在那边是正常的，是正确的。所以呢，这个队友的这个观念啊，让我觉得太过前卫，队友的思维太过前卫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啊。哦，怎么会？对，我觉得对刀锋蹲的不错啊。你看后面三连杀、四连杀，就队友就有投降。我想这个投的应该是李平，没意外的话。好了，看一下这一波飞泪呢，一马当先，直接身先士卒冲了过去。这边呢，马洛斯啊，飞天，哎，马洛斯，马洛斯死掉了啊、哦！好好啊，对对对。那我呢，视钱如命啊，来去吃兵啊，啊，吃了吃，吃了吃，结果呢，队友呢？全得出兵啊，你看队友，我操，死了一个又死一个，不是吧？哎哎，比亚比亚，飞泪，飞泪又死了啊！全部死光光啊，全部出兵啊！我真的等等还要去参加这个葬礼，是不是？对方的蓝朵一出来三连杀，太狂了！我下一个赶快回家，吓死宝宝啊！好，我正跟队友说啊，先归一点，我们打这个阵地战啊。这边蓝朵没打到，结果骗了我一个大招，可恶啊！还有南瓜丢了出。我本来想要先留着煮南瓜浓汤的啊，好了，那看一下呢，这边的话，对方蓝朵已经先被收掉，太漂亮了，正好正好哦，这一波应该可以打哦。葡萄美酒月光杯，看见马洛天上飞，我玩沙老君莫笑，对手已面目全非，全部死光光了，哇，帅气！哎，很猛哎，很猛哎，你看这一场。差一点，前面队友要投两次啊，搞不懂啊！哎，一波零换五，哎，这么凶，这么狂，你居然跟我说要投降？好了，三人行怎么样？必有我师焉呢、啊。五人行，我先站旁边啊，来队友去开塔哦，我们站旁边点塔就好。那对方等下蓝朵、啊、会冲出来，只带着一个蓝朵，我们看这炮车能不能守住？就炮车呢被打死，好惨！鱼人一过来，一言不合就开大，完了完了，我们队友被打残了。那对方呢也一个一个准备要复活了哦，我是觉得不太能打，先拉掉，先拉掉啊！鱼人大招我看得见，我看到了，我们先走啊！不要此地不宜久留，千万不要恋战啊！千万不要恋战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尽量就 poke 一下，但我是觉得这个领灵你就先退吧啊！不要给小，不要给小英娜。我们是现在是还算有优势啊，还算打得赢啊。那我呢让下路先清个兵线，结果呢一看，哇不得了，哇哇哇，完了完了，队友呢在这个中上路不会打起来吧？我边走路边说等啊，赶快赶快快去 gage 快，我来了我来了。哦，这个我生怕队友直接打起来。那这边呢李宁说要吃凯，哎，对方全部挤在蓝区，现在在中路出现，他离我有点近啊，你说要吃凯，我吓一跳，我惊心胆跳。这时候呢，对方真的来了，我的妈，千万别来！我大刀全部讲上去，一次石化好多人啊，石雕斩啊！那这些鱼人呢，又有大招开了起来。这一波的话，我们先发制人，其实应该打的是相当的不错啊。那但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打坦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对方、啊、人超多。这时候蓝朵在后面发挥了、啊，千山鸟飞绝，队友被团灭，孤中说笠翁，送掉多少血啊？直接四个人的生命就这样拜拜了。我这边呢，直接用大招吃野怪，豪迈吧，爽吧！你看，那大招直接吃野怪，但我觉得应该还算守得住啊，因为我跟林尼的大招呢都能够好。我现在虽然没大招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能够有效的守塔。这艾斯特一眼呢、啊，一看呢、啊，就是想要冲过来，用一技能定我，然后把我绑起来，然后对方蓝主就冲起来，啪啪啪啪啪啪。哦，所以呢，一定要离超远的、啊，就算中塔掉，我们要等到队友复活。啊、哦，吓死吓死，好了。那这个这边呢，对方呢又反打一波，是不是很精彩？哦，这一场真的是有看到有赚到，这很刺激啊，正像在打这个 NBA 抢七啊。虽然现在都看不到 NBA， 有点可惜、啊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尽量跟队友走，因为已经到了这么后期啊，我们对于团战来讲是有很大的威胁性，所以呢，绝对不能单走哦，现在绝对不能单走，我马上跟队友说一起沟通啊，拜托给沟通，给沟通，啊、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看到沃马尔一个人在那边，其实他不用去吃那个啦。那我就想说呢，这个因为毕竟要走一起，有时候就这样。哎，对方现在下路出现，来了来了，完了完了，对方已经吃完魔龙了。哎哎，鱼人来了，我靠我靠，哎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我家射手不走位啊，直接吃鳖啊，我靠！
不过马朗呢还想要回去救他，结果呢救不了啊！哇操，这种射手直接掰补啊！这一波会战难打了，我跟你讲，太难打，全面一堆坦克。重点是李林居然还说是不会保人哦，你自己回去看一下这个 slow motion， 我只能送你四句话：故人西辞黄鹤楼，李林走位乱送头，死掉之后开始屁，违建辅助眼泪流啊，很可怜啊。哇，这个辅助真的是被嘴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无辜啊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好，那这个我也就因为他开嘴，我就觉得走位的太烂，真的会练一练。我这眼睛都看到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戴眼镜，我四个眼睛都看到了。李林就站在那边，然后被推，啊，我们要回去救他，他没办法，啊，对他自己站在那边被推到，我也没办法，谁叫他走那么前面啊？好了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呢，差不多也到这边结束。那你还想要看完什么角色呢？或者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对影片有什么意见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